地铁两座一起，来地铁一台。这里是啥？是三年就开始规划，这跟院长都息息相关，也是在院长任内有核定。那核定到今天，对我们盘状线第一期工程来讲，已经是在最后的一个工期，第一个阶段。我们预计在今年希望能够通车，所以我要拜托院长，既然在您任内以前核定，希望在您任内能够顺利通车，所以拜托院长。行政院的李刊可能要麻烦院长，都能使用多少支持？主张要尽快新建捷运环状线。当时在新北市多设几个站，也都是我当县长时跟中央谈判。那现在我们环状线的第一阶段即将完工，刚才侯市长也特别要求。请交通部大力帮忙，不但要照这样子能够尽快，而且连机场通关旅客方便，不要说还要进去台北市验行李或者到机场，直接在楼下上车就进关了，这样效用才能产生，而且对台北市也是减压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环状捷运线的北环跟南环，过去我们一直讲环状线都是虚线，等我们来实现。今天我就是来实现的第一步，就是已经经过所有专业评估，国内刚刚审定，但政策要院长决定。我今天就是来给新北市、给台北市、给桃园送大红包。拜托相关新北市政府，谢谢。